下剪一下刀，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袋，然后点击我们的一号链接，点击我们的购买，然后我们选好我们的款式之后提交我们的订单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兄弟啊，我要大家看一看，有的一些姐姐阿姨刚到直播间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您看一下我这五把刀啊都是五落钢口的，您看好了，我这个是斩骨刀，列位来玻璃丝给我举好了，您看好了，斩骨刀啊上面都写着呢，这是钢管，您听声音看好。大家看一下，没有丝毫的问题。你今天我跟这大夫这么说，这个是的话女性朋友喜欢的西餐刀，你听听声音，回家之后安排七天无理由。来，镜头往下一点，我要给姐姐看一下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我做一个动作，姐姐们回家做一件事情，你看好了啊，没完呢，看好了，姐姐们看好了，小看这动作。啊，最后十一单，最后十一单。我为啥这么去弄？我不是近视眼，大家注意看小汉的眼睛，我离洋葱这么近，我一点眨眼都没有，一点眼泪都没有，啥意思？这个控制不住，钝刀的切洋葱，为啥我们眼睛会经常流眼泪？他把汁儿喷出来，喷到我们脚踝，自己泪腺控制不住。我切洋葱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他都不辣眼睛。回家之后，我跟你说，弟妹，我让各位姐姐、各位老爹老妈，你再回家就给我切洋葱。如果切洋葱你辣眼睛了，把刀给我弄回来，买刀钱咋来咋回。来，弟妹，你小心一点，你这样，你稍微闻一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味道。都没有洋葱的味道，为什么它都不挂洋葱的汁儿，不挂味道，这就是地波朗啊，兄弟，品质完全不一样啊！你看，你看这锋利程度，你看，完全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话安排，我跟你说，你哥哥真天的话，你所有的品到你这的话，全一个个的话都一门了，都要你一门，真的。十二吧，他们直接人家成立价499。咱们直接给人家砍了200，直接是便宜了200块钱啊，直降200，直接给加一个299元，特别便宜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开玩笑呢？再有一个点，大家看好了，姐姐们，每一把刀上面都写着名字，这叫切片刀。你看一般的刀的话，它不灵的，它这里面是焊接的，耗子尾巴，它一拍的话，拍大缝容易拍断了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再撤一下，我给大家上个绝的。来，好的，菜板给我来，姐姐们你看好了，来来，地面往后一点，你看好了，我这个给您拍啥？不拍大蒜，拍土豆来。镜头往下倾斜一下，好的，这是切片刀，我没拿斩骨刀去拍，这是刚才我切一半的土豆丝儿，你看一下我地波朗啥品质，来，切片刀拍土豆啊，我不一样啊，兄弟啊，我这里面都是满满别人不知道的细节，刀把宽度厚度，实际用钢宽度厚度，一体成钢下来呀、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我的妈！对啊，都拍完了。你这，你今天的话，你这个价格即使几样东西啊，你薅了我菜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的妈呀，7样东西，把菜板也收了。我的妈！哦，家人们没了，全都说没了呀，那咋办呢？还有两个颜色，还有一个是白色的。我这个地方老东西品质好、啊，白色也特别的好看啊。是的，钢琴白啊，家人们想不想要？想要，想要呀，行。来，我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家人们，我们直接给家人们再上一波，好不好？好。兄弟，再上一波还那个价呀、啊？必须那个价。你这菜板我不假了，行不行？那不行，你饶了你哥哥吧，行不行？你让哥哥少赔一点，不然明天我真得是当裤衩了，真的呀。我真不说谎了呀，家人们来，没想到咋个没想到哈、啊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确实太好了，我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刀具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家家户户都可以抢一单，自己给自己，如果孩子没在一起的，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抢一单，自己的女儿啊，自己的父母没和自己住在一块儿的，没了，早就没有了。我这线下卖599啊，一般生产。别人说没库存，我们不相信。你要是说499，我给你上1000单，真的没个。你管生产说没库存，谁信啊？不是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说，直接给我上链接，还上200万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一号链接，扫进去买。真的。弟妹啊，我这个就别上了吧，我这菜板的话就别加了，真的是老弟啊，菜板子就别加里面，行不行？让我少了，少赔一点，菜板子就别加了，你要敢炒那个价，行不行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为什么必须得加？我现在都有，你们说加不加？加，加，你们说啥必须加啊？那咱们必须给到位，好不好？加加加，全都说加，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的，我今天299，我599加菜板的话
了将近700多块钱的东西，你这个价格给我安排，平均一样东西下来的话不到是40块钱。我说了20年不用换刀，2年不用磨一次，你磨一把刀多少钱？你满大街一般的刀不行了，3个月磨一次，满大街去找这老头子磨剪子嘞，秋菜刀磨一把30-40块钱呢，我这2年不用磨一次，你知道这给省多少钱？你再有关系吗？你真的真的今天给我整的没招没落了，真的。我这个菜板的话120单，最后了，还有20单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象一下，你买一个菜刀，你买一这个刀，你可以用20年啊，也不用几十年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这你没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加了。你这样，我给大家做波售后就行了。Okay. 我给大家听一听啊，姐姐们，你听好了，我这套刀，你听这个售后，我这套刀我说了，通身的话是由这个五落钢口所打造而成，有很多刀的话用到后面越用越钝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？刀它用的是好钢，上面残钢废铁，用了10几年之后刀刃磨没了，上面的话你再磨的锋利它都不锋利了，所以说我这个刀凝了20年，把它磨成了小水果刀它都非常锋利，因为它通身都是五落钢口的，而且您听好了，用20年的话都没问题，2年不用磨一次，如果日常使用的时候说刀口卷刃了崩口了，正常使用3年之内我直接给大家换新，而且安排7天的免费试用，我直播间全部的测试你回家试一遍，回家之后你感受丝滑程度，如果不好刀给我弄回来，买刀钱一分不少给大家打回去，给你，没有了，牛啊，确实牛啊，你真的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已经没了没了没了，整不了了，真的兄弟，我这道刀我特别喜欢，你这个价格，哎呀，我的妈！这样吧，给家人们分享个福利品吧。这样，家人们，我问一下，想不想要福利？想要福利，自己打个响啊！我左上角的话有华为手机哈，自己去抢。左上角有华为手机哈，能够抢的赶紧去抢。然后我现在，家人们哈，想不想要福利？想要福利打个响哈，我直接这样把福利给安排一波。对，有没有什么福利？没有，你这样什么都没有吗，老板？安排一个吧。所以说你把价格安排成这样了，地宝浪也不能太小气，一年上百个小目标的流水，这样。你分享福利吧，我去洗手机了。来。这样，哎，老叶 啊，我给各位姐姐、各位老爹老妈安排点生活日用品。这是一个刨子，刨黄瓜皮啊，刨这个土豆皮啊。你看好了，到手之后，你看每一个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logo 啊。上手分量很沉，我们正常卖的是49，这两个。今天直接掏个邮费钱，有的姐姐阿姨的话说了，邮费多哈，12块钱不用。那大家说认为是不是9.9块？不是，两个小两口来了，如果我再是9.9块，那没诚意了。今天给你们特价。直接降2块，7.9包邮到家，老爷上多少单你来定。7.9，家人们想不想要？想要。行，两个。啊，咱们就说算话，家人们，直接7.9，直接给我上500单，好不好？好。上链接五。4321，第一个链接刷新巨卖，只要7.9。好。还有平时的话，我们蒸鸡蛋糕，鸡蛋糕蒸的比较的烫，蒸个饭，我跟你说那更香，用手去拿很烫手。大家看好了，这个您熟不熟悉？这都是地佛朗自己做的，所有的话都有我们自己的 logo， 颜值分量的话非常的到位，一夹就可以。正常我卖的是19块钱，看好了，今天不用19块钱，今天的话9.9给您。还没完，说如果的话我们用手去拿行不行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食品级的硅胶，你看好了，上手去拿，拿烤箱的也可以，正常卖39。听好了，今天放在里面还是9.9。还有这个很够瞧啊，你看好了，这么一夹这个盘子直接可以把它提了起来，你往这儿瞅，正常来我们这里做专场的3个东西包邮19.9。小刘口来了，老爷的话认识好多年了，吉连的话也是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大家听好了，我老看给大家安排不一样，不用19.9，9.9包邮到家，上多少钱？老兄弟你来定。直接家人们想不想要？想要！家家户户的用得着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烫手了啊！直接给我上个500单哦！4321，一号链接刷新巨万，只要9.9，给你！这东西啊，就是个见面礼儿，让您掏个邮费都不到的钱，用一下地佛朗东西，知道地佛朗啥品质？地佛朗只有福利价，没有福利品。各位姐姐、各位老爹老妈，你听好了，我们给你安排所有的品的话，都是我们正经卖的品。到家之后，你去用，你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如何，完全不一样。
每个人都用得着哈，就这样夹一夹。嗯，可以吧？嗯，确实挺不错的啊。等等，便宜啊，太便宜了。还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福利？你这样，你是想要筷子，但是家里面太少了。你这样，家里面有一些有这个小孙子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给大家呀安排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列位，您准备好了，看一下我们地勃朗到底是如何的。这个保温壶给家里面的小天使、小公举啊、小王子安排。你太懂了。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将来的话也是早生贵子。这个保温杯大家就知道了，说我们到底做的用不用心。首先大家看，说这里面啊，这里可以拆下来。可以 DIY， 看好了，随便去粘，随便去弄，随便去贴。而且的话，大家看好了，带这个小拉链的，这里可以去装硬币啊，装个小贴纸都行。是啊，老叶啊，你俩的话现在有可能并不太清楚，你知道为啥把这个保温杯啊设计的这么有意思吗？你肯定回答不上。姐姐们、长辈们、阿姨们、老爹老妈们一定都知道，小朋友在喝水这件事情，你头不头疼？好多小朋友不爱喝水呀，我跟你说，一玩起来一天的话一口水都不喝。所以说这个保温壶、保温杯大家看起来很好玩，所以说小宝宝们呢会经常拿着手上去玩，玩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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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慢慢会提醒自己，哦，它是一个保温杯，它是一个保温壶，没事的时候就喝上两口。来，还有一个点，看好了，这里带有吸管的，但是我们给大家配了两个口，哪两个口呢？你看好了，这是吸管的，这是什么的呢？这个的话直接我们可以用手打开，看好了，打开直接倒着杯子去喝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姐姐们你听好了，小朋友三周岁以下用它去喝可以，三周岁以上一定要慢慢改变。如果三周岁以上天天还这么去喝的话，慢慢容易出现突唇，你知道吧，影响孩子一生。这是地勃朗细节，而且我们是420毫升的大容量，这个杯子里面不是304，是316的食品级不锈钢。哇，工艺非常好，保温保凉超过12个小时。家人们，316的一用起来想不想要？来，想要。OK OK， 想要到这里直接给家人就炸了。好，直接炸了。我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正常卖的是299，姐姐们你看好。知道。今天多少钱？咱一步到位，199给大家包邮到家。199那不行，那不可能，家人们。今天咱们直播间，在咱们直播间，咱们只需要啥？哎，我来说了算。对不对？对，想到我说了算，就直接给我2位数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来，直接99。来，家人们，我要买两个。有多少的？来，这样不多了不说了，家家户户，家人们有没有小孩的？有没有家人们需要用的？我给我妹妹买一个。有的打个小一，把小一刷起来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小胡的女儿买一个。有的人越多，我砍的越狠哈！哇，这么多人刷一，好乖、哦，这么多人刷一，一个一啊，必须炸，必须炸。来，家人们，这里我不购买99也不要了，乖得很，不要了啊，99不要了，89，我兄弟，我299，你99不要，你这拿它当啥了呀？这地方哪掉价？行不行？89行不行？行，行，行还是不行？20单，来，家人们，20单，那我说了算，89也不要了，69，哇。69也不要了，直接给我20单，59块钱，上链接，5 4 3 2 1，电脑链接刷新即买。马上啊，家人们，马上六一儿童节，六一儿童节可以给自己的孙孙呀或者孩子买一个，真的。六一节送你，我的妈呀，旁边有的孩子。299，你很有仪式感。我59，你给我真的好乖呀、啊。你给我弄出去了，我真的是真的好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这真是开玩笑啊，兄弟！299东西，59弄，行啊。反正的话，这个家里面都有小朋友的，我就让小朋友用一下地勃朗这个叔叔伯伯们做出这个保温壶，你看咋样？如果这个保温壶到家之后，小朋友没有养成爱喝水的习惯，都该咋咋地？你做的多细节呀！小朋友愿意玩 DIY， 玩着玩就养成喝水的习惯了。小孩得多喝水，一个。本身小孩代谢速度就快，没有水做个媒介，他怎么代谢？是的，你就这杯子到家之后，如果你的这个儿媳妇没有说你给小孙子或者外孙子就买的好，这个孙女买的好，我跟你说这杯子我都该咋咋地？你这59，你正常一个杯子一个杯巨熊的都得
89啊。没有了，还有其他颜色啊，蓝色的也有啊。68年的厨具了，我的妈呀，你这个终于。哎，这个颜色好看。就是、蓝宝拍绿色，女宝拍粉色。蓝宝拍绿色，没有啦。没有了。没了没了，这就抢光了哈！哎呀，我的这个样子，我们既然保温壶这个杯子都就是给家人们哈分享了，有没有热水的？你这意思给孩子弄个保温了，大人得弄个保温壶？对，那必须的。哎呀，你我让你拿捏的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所有的好品你都得上一遍，去给他拿来上一下嘛。这个价的话我来定了，你不要再难为你兄弟了，行不行？那没问题，那这样来，我今天来定。来，大家看好了，来，姐姐们您上眼。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保温壶是1.5升大容量的，关键一个点，不仅仅保温又保凉，夏天来了放点绿豆粥的话都是可以，冬天来了放点小米粥也可以，家里面男性朋友喜欢泡茶的放在里面也行，女性朋友泡点这个银耳粥的红糖水的也可以。但是保温壶，保温壶里面温度到底多少呢？大家看好了，姐姐们老弟老妈妈你看好了，用手一摁智能的温控，你看好了，自己显示温度，这里面有多少度，这是细节。还有一个点的话，里面的话都是304食品级不锈钢的，1500毫升大容量。还有有的姐姐会说了，这外面是啥材料？您听好了，外面是不锈钢的，可不是塑料的，而且这里带有防滑的设计，放在杯子上桌子上它不会滑动。还有一个点，比方说在东北的一些朋友冬天打个豆浆，说一路走回来-20多度到家热浆奔凉浆了，那不行。还有逢年过节家里面子女开车回家看望您，说孩子啊比较的小吃奶，一到高铁上一到了这个路上就堵车了，堵个7-8小时孩子没得吃不行，用它的话给孩子提前泡好奶粉，喝的时候点一下看一下里面有多少温度，我跟你说保证孩子一路啊饿不着肚子，这就是这个保温壶。哇，家人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香不香要？香要。香要直接炸了，来，什么价格？哎，我们正常卖的话是卖的是169，十刀，169。大家听好了。这我不说那么多了，老爷，今年的话你哥哥赔是肯定赔了，就像刚才的话弟妹所讲的，毫无过百，咱99给大家安排，包邮到家，1500毫升，99。而且它这个好轻巧呀，哎，而且很上手，很有分量，不锈钢的啊，对不对？很有分量，上手手感很好的。来，家人们做好你们的准备啊，准备好你们的手速。好的，99对不对？99。来，家人们99不要了，卖完。挂单。你这样，你99，我给你上200单，行不行？99，200单，行吗？来，家人们，200单啊！所有人准备好手速，准备好了哈，直接99，不要了，直接给我89，不要了，直接给我79，200单，直接给我上链接五，4321，一号链接刷新剧本。泡茶，我的妈呀，你泡茶啥的呀？泡个水呀？泡点什么喝的呀？放冷饮呢？放热饮？放个豆浆啊？我跟你说都行。而且夏天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出去旅游。说旅游的时候，我们想喝点这个8+1了，来点 beer， 对不对？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德国的那个比较有名，弄点冰块，这里面可以放冰块当一个小冰箱用啊。是的，真的是呀、啊。我这品质，你说你这上来的话就79，我的妈呀！你这的话真拿你哥哥不当喂。家人们赶紧去抢，你说便宜的价格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了。走。哇塞，这地板朗的东西啊，你听这声音，外面都是不锈钢的，我跟你说，完全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外面都是不锈钢的呀，我知道吧，这一摁的话水它就出来了，保温又保凉，超过12个小时啊，保温壶啊，你往家里面一放的话，这个造型不一样啊。有的一些家里面老伴喜欢泡茶的，茶讲究的是不冷不热，您提前把它晾好了40度放在里面，外面6个弯回来了，一倒一喝，我跟你说那相当好喝，对不对？真的不能这样。分享一下你们家的那个菜板吗？等不及了。你这菜板呢？你真的，我今天真的是我。我看了评论区，家人们说想要这菜板，都要。我，你这你们都要菜板。我给哥哥姐姐把这菜板拿来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来，直接上来给大家看。来，我们把这个的话先拿下去。好的。来，直接撕下去也可以。来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您看好了，这个菜板是非常之霸道的。您看好，这是一个双面菜板。
这面是304食品级不锈钢，这面是 PP 材料，双面菜板一定要荤素分开。如果的话一面切到底，这个习惯不好，第一个容易窜味儿，第二个是容易造成不同食物的细菌的交叉，很不好。小朋友说了，说奶奶切的香蕉真有味道，还有大蒜味儿呢，其实这个还挺悲哀。还有一个点，这个菜板很沉，我让大家用这个菜板十年不用磕菜板，大家听声音，听声音，将近4斤的分量。啥叫做纯实木的菜板？来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我这里面切开，里面是纯实木的。知道。还有你家里面所用的是木质菜板，纯实木是什么意思？整个木头桩子旋起来，整个一个木头嘎子，这是它的破开面。走。我的姐姐，有的阿姨说了，你家里是这样的菜板，这样菜板是两个木头皮子，中间加木屑加胶水挤压而成。我啥话都敢说啊！看好了，经常剁菜的话，容易出现塌坑，水跑在里面的话，容易滋生的是小菌菌。咱的话是不会的。还有一个点，菜板跟菜刀是姊妹篇，你看好了，这带一个自助的磨刀器。如果不用地板冷的刀，您家里刀3个月磨一次，磨一次20-30块钱，30-40块钱，用我的不用了。刀担在上面拉大锯扯大锯，拉它2-3下就起活。还有，如果您是北方的，喜欢吃蒜，喜欢吃这个饺子，拿大蒜拉2下姜泥儿、蒜泥儿，它就起活，可不是姜粒儿。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讲究放的是姜，但吃姜不见姜，不能吃到姜的牙签的口感，但是得吃到姜的味道。用它拿去姜灌非常好。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来，把那个菜板给我拿过来，别走啊！来。一般的菜板你用完之后得水洗，水洗完之后是放在操作台或者挂在墙边立在墙边，经常跟墙面接触的见不到自然风，时间久了容易滋生小菌菌。是的。双面菜板的话荤素分开，双面水洗如何做到自然风风干？来，姐姐们阿姨们老弟老妈们，你看好了，这就是地板冷满满齐齐，立式自然风干。哇，41的长度，30的宽度，2.3的厚度，将近4斤的分量，给大家发快递得掏3份北京的钱，10年不用换菜板。行，家人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喜欢那必须炸了啊，必须给家人们炸到位，炸开心，炸得舒服，对不对？是。菜板家家户户也是那个每家每户都用得着的，因为这个切菜啊，其实家人们哈、切菜是有讲究的啊。一般来把那个菜板拿过来。对，好的，看一下这个菜板，它里边你看哈、它被切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里边那些缝隙里边很容易发霉的，这都是小菌菌。这些东西啊，你有新鲜的菜，你又拿上去切，很容易感染。有啥说啥，家人们，你们懂得都懂哈，能理解的都听得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。这种菜板它不会进去，因为它里边不会缝。它不会有缝，就不会有小菌菌啊，懂了吧，家人们？懂了。我希望家人们，你们买的不仅是一个便宜的、好的、质量的菜板，还是健康。我要给我妈妈买。一定要健康。今天一想到这些健康，他就想到自己的。因为我们家乡一直都用的是这木的，然后里面容易发霉，真的。对，那不行。家人们，是不是都喜欢？喜欢。OK， 没问题啊，这种刀喜欢。你们看，两面的，这边可以和面，这边可以拿来切菜，有吧？有。多功能使用，来，咱们啥也不说了，来，老板，大家看一下，姐姐们，我这个正常卖的话是169，而且是促销活动，今天我给你上200单，多少钱？139，给大家包邮到家，我得掏3倍邮费的钱，耶，139，对不对？对，家人们来。今天咱们直播间直接就要搞特殊搞特例，139直接不要了，直播间给我2位数，留不留？留。OK， 但是我说的2位数还不仅仅是99，今天咱们直播间直接我给家人们炸了，直接给我破价。